是 everybody， 我们刚才有没有一直着重在甜的？你们都忽略了我们中南部人，还有我们这种淳朴的小姑娘，下午茶也要来点咸的。所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也是很厉害。你们大家知道台南的花园夜市吧？知道。台南花园夜市有一个凤爪很强，五谷凤爪，然后都要排队。现在他们也推出了下午茶。什么？对。所以我要介绍的是。五谷凤爪下午茶的卤味系列，他们是一组的。哦，对，卤味系列，我可以直接用微波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就只要微波加热，它已经帮你弄好了。然后它主要就是有豆干，然后有米血，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鸭，那个凤爪不是鸭爪，凤爪没有骨头的。然后凤爪它很多胶质，而且比较不用怕会胖。这是替男生准备的吧？咸的，咸的嘛，咸的。我也很喜欢吃咸的耶。下午茶的时候，而且重点是它只要微波加热就好了。它的主角是凤爪，对，它凤爪就是夜市非常有，在这样去要排超久。在我眼中，光排队，我眼中是有猪血糕哎，有耶，它是猪血糕，它猪血糕好吃吗？你超 Q 的，你吃就知道。李娜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就去都要排队排超久的，是台南人吗？就特地去那边玩的时候会买，而且它们很入味。它的好好吃哦，它的卤汁是非常特别，他们有家传秘方的卤汁。哇哇塞，它这样一包一包卖这样吗？对，它就是一包一包，一包一包，然后你可以自己，它会帮你搭配好，一组一组的，不用去台南了，动动手指就来了。我觉得这不是猪血糕哎，不然你觉得它是什么？我觉得它是猪血贵。底味贵，台语就是底味贵。因为如果是高米糕，有米的米粒的感觉，它是整个米粒都已经绵绵的，变成那个。因为它很厉害，就是它不会粘牙。功夫超厉害。对，它就是很入味，它很用心在煮。你知道工作那么辛苦，吃个下午茶就是要开心，才有力气在完成之后的工作。小甜甜，你那包是可以再打开的。干嘛？我想接你留下来的汁。哎呀！你这个人不要太激动。不是，我想帮你检查。我吓坏了，你想要讲什么？没事。他以为你要捅他身上。没有，他一般我会反，他要吃我就给你吃，让他捅。上演爱情动作片。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哦，好吃啊！老师，你怎么连吃猪血糕这么性感？他不喜欢性感。他不要性感。那还有什么？感性。你感性，知性啊？你说哎，好知性的吃法。哦，老师，你吃猪血糕文绉绉的，吃猪吃的好有生命力。你可以感觉就是猪以前应该是有读过行为英文，他应该会讲英文。English pig。对 ，English pig。好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它是有点甜甜咸咸的那种，口感惊人的那种。而且那种是不是吃起来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微波的东西？好像是刚刚买来的，就是真的，你去买好然后现吃的。它刚在后面弄热的时候，我们全部人都受不了，因为太香了，真的好香哦。我说说，吃卤味最大的心理负担就是觉得第二天脸会水肿那种咸，这个没有，可是这家没有那个咸，对，因为它有一点点甜甜干甜，对，有点甜甜的，不咸，甜甜是叫它的名字，不是说那个甜甜的。你会想象这样包装的。味道到底怎么样？对，应该一般。会不会跑掉？会不会走掉？不像那个现场买来直接带回家吃的，这个是口感惊人，锁住了。这个很厉害，好吃。对啊，竟然味道是一模一样的那种。这样我们都不用再跑到花园夜市，而且因为凤爪你要啃要什么真的很麻烦，对，处理好了，最简单。哦，这个好吃，这真的不错。嗯，这个如果朋友来家里，马上微波一盘。对，所以它就是下午茶，或者是宵夜，或者平常你少一个配菜可以。哇，这一手秘鲁，真的。